来救我了。林晨疯了，他要杀我。你怎么知道你儿子在我这儿？我再说一次，我儿子呢？怎么只准你们欺负我女儿，不准我还回去啊？我没想到你居然变成了这么恶毒的女人，为了报复我连小孩都不放过。沈大总裁，还是赶紧把你的老婆儿子带回去，别死在我这儿。哦对了，你儿子在二楼。阿丽，好疼啊。老婆，走吧。林丽姐，就这么让他们两个走了？你现在就去一趟应急福利院，带着诗雨的照片去，把所有长得像诗雨的小孩都给我带回来。好。